是有时间的、啊。你们都不想回家了吗？今天。那在唱最后一首歌之前，可不可以告诉我的访问音正常？啊，太好了！后面还有人需要吗？都不需要了。要，那边是吗？对。那边举手，那边声音出声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把它打开，让倒在全部人身上。可以看宇宙叫你传到左边还右边，如果你觉得对，都可以。好，不要喷到你脸哦，喷到脸就不好了。牵一个羊羊送给你们。长大后变什么样？小时候很多想象，一直以为有个宝箱打开是力量。我们在温室成长，没遇过太多风浪，突然离开那个家乡有点不习惯，不想和别人一样就要跟努力去闯，满头的大汗我在追赶困闯，我会赶上他，我们并肩看远方，光线透彻了希望，前一个勇敢就能看见未来新状态，雨下过后的晴天，光线做成了桥梁，前一个勇敢就能通往更远的方向。我听到每个人骨头发出的声音，我都觉得我要折断你们。谢谢。长大后终于发现，原来想要的力量一直都在自己手上，所以别紧张。如果偶尔的悲伤，那也不必太害怕，一首属于勇敢的歌我们一起唱，不想和别人一样就要更努力去闯，满头的大汗我在追赶横穿，我会感伤。借一下你的手好吗？看我们并肩看远方，光线透彻了希望，前一个勇敢就能看见未来新状态，雨下过后的晴天，光线做成了桥梁，前一个勇敢就能通往圆满的方向。谢谢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害怕自己的未来，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，我希望你们会继续听着你们喜欢的音乐，然后继续跟你们很喜欢的人一起努力加油，然后一起成长。送给你们最后一首歌，牵一个勇敢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晚安，拜拜。